好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欢迎收看《硬汉开箱》。今天我们要开的是假面骑士的腰带盲盒。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必要做这么多前戏啊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腰带盲盒呢，一共花了我们2900块钱。然后商家说里面是必属一个 CSM 的腰带。开之前还是得先许个愿啊，好吧？感觉还挺重的。我刚才许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千万不要搞到水枪。这是什么？低叉海东水枪。言出法随，把老二都爆了，打在公屏上。打在公屏上。这个是 Saber 的王剑，哈利吧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不错。电王，电王，哎，电王也不错，电王也不错。一个匹配着的小挂件，福袋嘛，福袋大家都懂的，总是有一些。半条腰带。哦，各位。CSM 来了。CSM 来了。2900块钱必出一条 CSM 腰带，这个是 W1.5 版本的，哇！全网最贵呢，应该是1700块钱。那我们花了2900块钱，开出三条 D 叉和一个这个1700的，是亏是赚，差不多吧。别算了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双重满足。DX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这是 Diana 的召唤，一个卡包，一共有10张卡片，然后加上它这个主体啊，它的开关是在这个部位，波动一下。玩一下海东夫人的这个变声器啊，其实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把 Decade 的卡片插到 Dian 的里面。开始。喂，能变吗？居然。虽然是个水枪，但是无所谓。那第二个在福袋里开出来的呢，是这个王剑，两条塑料皮带剑，书 D 叉，就是这种背后全是螺丝孔 D 叉传统技能，怎么插不进去啊，哥？你不配当假面骑士。下一位。电王，这个一上来就是一魔神的卡片，虽然是 DX， 但是真的很不错，我觉得你看这个感觉，哇，我有大概十几年没有戴过假面骑士腰带了，来开个机吧。你没余额，余额不够了。嚯嚯，五六三九，好，下一个。终于来到我们 CSM 的腰带了，我第一个买的假面骑士腰带就是 W 的 D 叉，然后我现在有 CSM 了，对，我感觉就是一个轮回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好有仪式感。看正面是这个 Cyclo 的半面，反面的话是 Joker 的半面啊，半面一位客大金杯拉，全是泡沫纸，来来来，哇，好高级！给大家看一眼，首先是两条腰带，够大了吧？后面皮带扣用的是一个，哇，金属涂装还挺帅的，太好看了！哇，六个记忆，最后是六个记忆体，赛窟窿 ，Joker， 哇，他这个皮带我就不多说了，看这，不多说了，哎，你还带着啊？你一直在呀。简单的安装一下，因为 W 的话，它本身的这个变声器呢不需要电池。好，我们先简单的试几个。首先肯定是最经典的。能看到？哎，变身失败了。赛赛酷。哇，人都飞起来了，天哪，这感觉啥，我们要注意卡在了，太有感觉了吧，这个东西啊，因为它这个版本太出的时间太早了，所以呢这一部分应该是没有收录那个台词的。大家现在能看到的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2888福袋开到的所有内容啊，
然后具体的玩法呢，我们会在下一条视频里面细节给大家讲。对，虽然表面上说不喜欢水枪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玩的，这么多都松手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下期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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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觉得亏不亏？